还珠格格可谓也是一部神剧，红遍各地，至今暑假还会重播。这是当年的开机仪式，没想到一转眼20多年过去，当时他们都还很青涩，尤其范冰冰才17岁，看起来还是小姑娘。林心如的衣服在当年还是蛮好看的。范冰冰、赵薇、林心如和张铁林四个人合影，四个人的合影，范冰冰打扮还蛮时尚的。不过冰冰的手在干嘛？